menu? No. Co je ještě jenom toho? To je ještě jenom toho.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面包，还是要吃三文治早餐？哎，早餐也是很多选择。他命令。我要叫一杯咸咖啡哟。喝咸咖啡。巴德加亚托斯，喝两个干崩蛋。再来一个 cheese omelette breakfast。午餐肉的面啊。要吃咖喱的好嘞，还是冬阴的好嘞，还是 cheese 的好嘞？这里的营业时间是早上7:30到下午2:30，星期二休息。cheese 的 Maggie， cheese 的午餐肉 Maggie， 这个好像不错。这个午餐肉，我要午餐肉。咸咖啡，咸咖啡，是七五餐肉 ，Maggie， 这也是很注意。这有辣椒酱和甜酱，辣椒酱和什么酱？我能行吗？比较有惊喜的味道。它有点腥腥的。
咖喱包真好吃。哎，留一边给你。对。嗯。那咖喱包真好吃。哎呀，这个面包我吃去了，你好。啊。好料，好看。